先去小里脊，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啊，来后腿分开，找对关节，哎，拉开了，来去后肘，听响声，咯嘣，哎，尾骨刀贴着骨头走。下边是棒骨，拉开棒骨转一圈，哎，来踢排骨，先画轮廓，刀紧贴着排骨啊，哎，该通缉了，通缉要一刀下，满刀。哎，剃得整整齐齐的。喂，五花肉，来，漂亮吧？喂。前腿先去筋膜，肘子大一点啊，行，几个大肘子啊，来开这个手往后一扒，就这皮你看扒到后边，过年了想要个大肘子是吧，哎，扇骨上面是梅花肉，开始大肘子，来绿牙骨，哎，完成。